好，各位朋友，昨天晚上我们去拍卖，然后是因为 WiFi 很慢，所以就有一些，所以我就没拍，就回来再拍啊。就是昨天晚上卖了很多很多了，对，其实宝贝就这样子，好东西是不怕那个的啊，不怕卖不出去的，就是好东西都是抢。昨天有一个祖母绿，差不多有10个人想要，OK，你就知道这个，因为珠宝其实它也有一定的市场这个规律在的，就是稍微比市场便宜，马上真的10个人抢，在群里面都6个人抢，然后就是我私下里发给我的也有很多个，所以就是证明好东西，OK，所以就是东西，因为宝石最好，钻石跟宝石都是有工界的了，就是你一出来级别达到什么，GIA 出来是什么，就哎。大家看了就马上就抢了，OK，因为昨天那个是 F1 是微油，就平常F1 就很少了，基本上就是F2 啊，就是 F1 是非常稀有的，所以我们是第一个发图的人就得到了。好，他当然就是他，我们就认识了差不多20年了，真的老的客人，我们真的认识20年，20年你看他买多少了，是不是？这个都不用讲了，就是很多东西我们不需要讲。对，就是反正就是宝贝，就这里来那里来，很多买了也不带的啊。那这个是880，现在这个打个九折，非常冰的，因为他们就买的多，就很多根本就不没带的，599这个也是打个九折，非常漂亮。OK，粉紫，然后这个就975，很超值了。钻石差不多1卡拉，12.99克，就是地狱金戒了，这地狱金戒。因为有一些播了，有些没播，我不记得哪些播，如果有重播就没所谓了。这个才893，11.24，也是买了很多没带的，然后至尊观音1100。现在990结元了，990结元18K，18K，你看，光这个金都不止，这个价钱。这个是5.5克14K，399，你看宝石的光泽都很好，宝，这叫 garnet，是garnet amethyst，这颗不知道是芬德拉斯还是什么了啊。反正很超值，399。那这个599，6.71克，那6.71克日本珍珠都很超值了，599。这个是他还有很多衣服在他，因为他们做 trading 的，他到时候我们会去他的工作室帮他卖这个衣服，昨天有些衣服3块也卖了很多，他有很多衣服的，还没衣服还没拿，他有很多衣服，到时候我们去他的warehouse 那边帮他卖啊，这个450，6.7，16.7，我记得，我们曾经有帮一个大品牌卖，哦，那时候卖很多，大家送了我好多件，送我很多衣服。都是那个大品牌的，都正常要1000多的，所以我们就是做这一行就挺好玩的，什么都可以卖啊，什么都那个，999，这个18K，你看这些也是他早期的时候买的了，1卡拉多钻石9.09，18K 的，太超值了，这个昨天也没播过哦，这个好像播过，对呀，所以就是。不是，哎呀，真的20年感情的了，真是客人从买到成为好朋友。14K，8克，那这个就，那这个 rose cut diamond，这个就今天就990了，990，中间这个很大的钻石 rose cut 啊，rose cut，对，都990，rose cut diamond，那这个是一千
七十四 K 3.5克，那中间这个超过一卡拉，其实你买这个钻石都不止1700的，买这个钻石一卡拉多的，一卡拉零几。然后这个哇，所以珠宝是永远都可以卖的，就是你买的好，肯定随着时间的那个肯定不会，那个18K 4.4克，这个就那这个也是很超值，999，本来这些都是最少一2000块的，这个差不多8到10卡拉 ，Tourmaline 这条链子也很漂亮 ，Tourmaline OK 漂亮。哦，这个是一对耳环，等等啊，那这个是一个 GIA， 有 GIA 的。嗯，一卡拉 VS Two。5200有 GIA 的 ，OK， 有 GIA 的王钻。我现在找一找那个钻，那个 beautiful。这个18K 299，就这个老翡翠，挺老的，挺老的，嗯。那这个1500这 PT 钻石都很重的，钻石 PT 翡翠1500都很超值。那这个14K 8.6克，哇，才1099，那它非常早期的 slider， 你放一个 slider 下去就非常好了。这个哇，才1200，这个不知道昨天有没有播过。我是忘了这个650一卡拉钻石18K 三颗的65014K 399蓝宝石漂亮。然后这个18K5.1克18K 啊 ，Apple Green Tourmaline 钻石连卡了21，1280，哇！你看这个，你买个座子都不止了，1280。那这个是一个水墨子，水墨子不是翡翠哦 ，OK， 14K 水墨子299。这个是一颗钻石，连卡了24，八克，3999，3800了，他没所谓，大家听到了，他说哎随便你了，可是再随便我们也不能让客人亏太多的，就是怎么讲呢？就是双方，我们做生意就是希望三赢，卖得开心，买得开心，然后我们也开心，就是三赢四赢的效果啊。就昨天本来那些画，后来哎呀，那些画，然后我们去，他后来说，他说哎，那些画是街里收了几十年了。后来我们就去找客，找这个老师鉴定一下，几个老师都说是真的，所以马上就封盆了，就不卖了，因为这个画我们的 knowledge 不足啊，就是那随便卖了就不行这样子。后来就那个画要以后再卖呀，这个对，所以就是14K 450 5.8 克，对，我们是要捡漏，可是也不能说哎呀帮客人把东西全部乱卖了也不行，就是起码就是我们用的东西都比市场便宜很多很多啊，可是你说哎呀本来1000块的东西卖100块呀，卖10块，那我们也不会做这种事情，是不是？就是啊，就起码都接近这个市场价，5.8
这个430，430，起码接近了，我们也不会乱来的，就是乱来，客人也不会找我们的，都是我们能长期有事情干，就当然我们都是对几方面都会负责任的。8.5，18K， 750，你看红宝钻石很重了，8.5克。对呀、啊，都是要，那不能说哎呀，那本来这个应该是1000多，我们卖750就 OK。你说哎卖100-200是不可能，因为费金呀，有这个借钱嘛，是不是？我们对的，比市场便宜，可能不能脱离市场啊。这个就那这个很亮的，这个就90分，非常亮，就1900了，1900非常亮，非常干净了。650有两个，14K 2.6克，这个今天就590一个了，有两个590，那非常亮的，每一个都一卡拉50左右。PT 4.6克，630，这个很漂亮的，有个这个是古董 ，Oh my cutting 啊。Oh my cutting， 18K 11克，1280，这个都很超值的。哇，这个翡翠也很好，本来600多，现在就520了。你看金很重，520。那这个14K 18寸。这个就这颗不是钻石，你可以换一颗钻石，880，17.6克。哇，这个很漂亮，这颗14K 3.3克，1.12卡拉，3300，那这个。很干净，非常好，beautiful， 880，880，来，这个有粉钻的 ，OK， 粉钻、黄钻，这钻石差不多2卡拉的，都很超值的。这个是18K， 1.05卡拉。钻石哇，很亮 ，Sapphire 超过1-2卡拉，才650，真的很超值。5.3克，18K， 材料在那里嘛，你就可以看到材料，稳稳的在那边。399，399，10K， 很超值了，不会有这么便宜的。然后18K， 这个那今天就990了。这个 Color Sapphire 跟这个珍珠，哇，非常超值，18K 的哈。那这个 Color Sapphire 是都有5-6卡拉的，5-6卡拉。好的，各位朋友，这一节就过到这里，就请大家订阅频道，一定要订阅频道啊，订阅频道你才能。发了我们的，所以我们诚心专业，灵活变通，对，佛系销售。哎，我们一直做了20几年，从来都是佛系销售，不会叫你买这个买那个。你 timing 到了，你想买，你看对了，肯定买。我们从来做生意这么多年，没有说哎你要买这个买这个，没有。所以这种风格在 YouTube 这样子是最适合我们的，就是你看准了就买。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啊。